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，我是石头。呃，昨天看一笑话，这只能叫笑话。习近平有九个国师，经济国师，这人后来拽拽的，有个叫郑永年的。这郑永年呢，呃八九六四的时候呢，呃，应该说他是叛徒了。后来到了国外，呃，应该是带着党员的身份到了国外。 那相当长的时间是在新加坡，所以很多人把他当成新加坡学者，其实他不是，就是海外工作海共产党的海外工作者。那现在的概念就全都回朝了，那回去了得伺候这个，得伺候皇帝了，所以这就叫九个国师。郑永年提出一个说法，建议把这个，呃，清华大学改成习近平大学，为什么呢？ 因为在中国今天新时代的中国的教育，就是习近平主义的思想教育，那要渗透在中国社会的各个行业，特别是像，呃，清华大学是习近平主席的母校，那习近平主席在这样的就是作为习近平主席的母校，拥有这份荣誉，要贯穿习近平主义的。 整体的思想，整体的概念，写了一大堆。哼改成习近平大学。呃，我我就我来讲，我只想到当年七六年文革结束的时候，那七六年的大概十月份吧，就是就就差不多这时候，呃，四人帮被打倒，然后大家就上上天门去游行。 我咱住在府右街了，他一溜弯儿、一溜溜弯儿的就到了天门。哎，几乎所，我现在就记着了，几乎所有的人都说，文革的文革的状况再也不可能出现了。中国人民不答应。<laughs> 我若说中国人民不答应，就他们这帮东西，你不能把他叫人呐，就他们这帮东西。 有一个算一个，都是从文革时骗财、骗钱、骗花骗过来当初他们在大学的时候，他们就是这帮他们的老师自己说，文革再也不能出现了。结果现在成为他们的国师，做出了这种事情。那昨天跟大家分享了《华尔街日报》写的社论，说你拜登有责任向美国人。 来回答被提出来的问题。那个那个呃，电脑门那块硬盘已经被 FBI 承认就在他手里面。那昨天呢，这个朱利安尼已经发出推文说，FBI 开始开始对这块硬盘进行工作了，就说他完全在开始核对相关的内容了。司法部完全承认那个东西是真的。 跟所谓的通俄门没有任何关系，它是独立的、呃。在今天早晨，就是我们吃二十二号了。今天是 debate，在今天早晨，原来亨特的 partner，生意上的伙伴，他们要开的公司的，他们代表亨特公司的 CEO，因为他们是几个人一块做生意了。这个人亲自站出来。 说，大家现在公布的那些 email，里面有很多是写给我的，就写给这个本人的。他是 CEO，然后里面大家看到的内容是 CC 给了亨，就是转，就是转发给了亨特，或者说亨特是这个 group 的。但我是这家公司的主宰者，我跟中共国之间当初我们是一起谈买卖的，我是主谈的。 里面说的大人物就是他爹，啊，撞拜登就是现在的拜登，他爹分走百分之十，这就是我们讨论的内容。大家看到的一点不错，哎，唯利是图者一定出卖。那这里呢，你也不能说不好说这个人出卖，因为有一个另外一个问题。 拜登以这样的方式睁着俩眼睛胡说八道的话，那一个正常的美国人，我做生意喽，我仰仗着你啊，我仰仗着你爹。那做生意，那我有谁有这关系，谁攀上当然是好事喽，赚钱对不对？但是当你现在触及到真正的国家的国家的兴衰、国家的荣誉，你在欺骗着整个国民的时候，那你让我这事儿你就有点。 突破底线了，对不对？你有点过了，你可以不说话哟，你不能不承认哦。你现在要做总统哦，那么你要做做总统，明儿你就杀了我了。我知道你底细啊。那谁最奸的？那谁唯利是图最奸的？我今天站出来整死你，为了保我的命。你看，在中国，他一定是这样杀来杀去的。 呃，人们在讨论说王岐山会怎么样？王岐山就连习近平穿多大裤衩他都知道，所以习近平绝对不能让他出事儿。杀了他呢，他有点不太敢。你看毛泽东一上台，全给他们杀了？那这一块扛过枪，一块下过乡，一块蹲过窑子，一块嫖过娼。 一块种过大麻，全是一块的，一个个都光不溜条的，在延安换老婆都是他们干的，那我不把你们杀了，我怎么伟大？我怎么伟大呀？对不对？他习近平也是这个呀，我不把你们干了，我怎么伟大呀？那清华大学怎么改成习近平大学？他拜登也一样啊，把事儿闹到这份上，我明天当选喽，我不把你们整喽？ 那很容易，对不对？FBI、CIA 给你一定罪，关到窑子里，呃，关在这个监狱里头。那监狱里头，那个找杀人犯，给他两万块钱，咔嚓就给你剁了。这没什么电影不电影的，他们可以做出乱伦的事情，他就可以做出这种事情，因为命运把他逼到这步，不是我要杀你。 是因为你要不死吧，我就死了。实在抱歉，敬个礼，杀了你了。这个活就这么干，对不对？事情是这么干的，江湖险恶就是这么产生的。一在利益上就是这样，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故事。而拜登到现在不回答这问题。今天晚上他们有最后一场辩论。其实，在我个人的眼睛里，我以为拜登。 可能真正的是想退选，就是说他不想竞选了，但他退不了，是因为那民主党团队党团肯定不让他退呀、啊。你退了这这没办法交代。第一个，第二个，他不能跟民主党党团有着完全的翻车式的交代，他不可能，那是他自个儿的事儿，对不对？他挣那钱没跟。 奥巴马他们分，他们没分，他自个儿装兜了。把奥巴马心里还想：哎，小子，你整这么多，你怎么没跟我打声招呼？他们一样的，你现在克林顿不说话吧？希拉里不说话吧？他心里还想了：啊，你整这么多，你比我狠的。嘿，你当时为什么不打声招呼？啊，利益的人一定就会这么想喽。所以他不会跟他们讲。 那从党团的角度来讲，不会让他退。但是呢，他自己知道出了大事儿，就今天坐地，拜登成为明天成为美国总统，我跟你讲，美国就会四分五裂，共和党人会掀翻了他，把整个民主党、把整个美国掀翻了，因为这块硬盘在那儿，那两万八千多个照片在那儿。 1> 那一万多个 email 在哪儿你将如何面对？这个国家不是你们家一样一个人啊，这个国家好几亿人呢、啊。所以，今天拜登真的成为总统，他都七十八了，相信不到一两年就得整死他，会整死他的。他自己也明白，你看一看。 在川普这么厉害的角色，那民主党人国家的这个这个这种自由环境的机构是怎么整他的？他都可以扛到这份上，他他拜登有多大本事？拜登是阴暗的人，川普是明亮的人。明亮的人他经得起折腾，我就这个，他说你来吧。他说阴暗的人会自己闷死自己的。 所以，就拜登而言，他不如失败，而不是获胜。他失败了，川普不会太找他太多麻烦。川普的麻烦是找中共的麻烦，所以拜登这是在，呃，万般无奈之下的求生之路，败选，而不是胜选。那。 党团不会干的，所以你看到党团会这个那个，媒体会胡说八道的，民意调查是编出来的，呃，民意调查很容易变。了。我举个例子，你现在用手机对不对？你 set up 个 iPhone，set up Samsung，他一定问你的 location，啊，我有诸多的理由要用你的 location，他要用你的 location 是从一种。 服务的角度去说的，今天的大公司跟大媒体是连在一起的。OK，当有了你的 location，就有了你的所有东西，对吧？这叫大数据。利用大数据可以编出任何的民意。谁查过 CNN 是怎么调查的？他什么时候交代过？没有的。 这些是烘托场面的，那即使今天拜登想走，他也要把这个场面烘托到最后。最后的结果是川普获得大胜，啊，他也啊不错啊，你又赢了啊，我们四年再见。然后拜登就躲起来，没有什么事儿啊，你别再找我麻烦。这是他唯一能够拼命的机会，他拼命的机会是败选，而不是胜选。 大家好，这期节目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再见。